我想应该是当初他们哦，就是游乐园一进来的门口啊，那他们会搭这样子的棚子，嗯，就是让人家走进去，这样大家才知道说应该往哪边走。哎，那边是什么？啊，就是那种会旋转的那种，哦、好像旋转杯子。对，可是它做的是那种很小朋友的那个样子。嗯、看一下，这边可以上去吗？你看，它废弃很久了，因为其实当初呢，这边呢，它主要废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旋转木马竟出现人影，会是死在鬼屋里男孩的亡魂吗？难道是游乐场在午夜时分开始营业吗？是有人坐在上面。我刚好听到声音了。对啊，他好像是坐在马上面，他跳下来，对，跳下来，地上是那个铁板的声音，有没有？是没有哎、欸，对啊，没看到。天啊！如果他动了，我可能真的会昏倒，我可能晕倒。不好意思，好像有人在打东西，是不是？还是有那个工人还在施工的感觉？小心哦。看那地上的那个铁板都锈掉了。对啊，小心古老了。你走上来，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打扰喽。啊，里面都积水了，它真的是很久没有使用了。嗯，这是当初呢，哎，这里怎么那么凉啊？你看，这是当初全身毛毛的。对啊，这是当初这样子可以坐在里面，然后它会旋转。有好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几个。你看现在呢，已经看不到像这样子的那种杯子，对不对？对啊。不好意思，我们再往下走。不好意思，你看这就是那种八爪章鱼吗？嗯，对，是可以这样升起来的。你看那个坐的那台飞船啊，嗯，它还长了一堆的杂草在里面呢。你看有没有？哇，这样都看得到。飞船内杂草丛生，此地聚阴力似乎较强。而且他们现在这样的设备，说实在真的太老旧了。如果在里面，啊，哪里？那里？那个是什么？那个水塔吗？此处的亡灵怨气颇重，好像有意阻挡 Amy 更进一步的搜索。不断一声响，特组尖钉继续前进。啊！有东西掉下来。我最近有好大的从上面，对，从上面这样掉下来，还是因为它机器太久没有人使用，所以就是有可能被发锈的，对，可能平常晚上他们就会这样子剥落还是怎么样。刚刚从那边听到有东西，可是它这个好像是那个他们重机房的地方，就是启动可能一些仪器啊，一些游乐设施。不好意思，这里是什么？打扰了。看地上，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控制的是不是？对，好像那音响，对不对？然后广播就是说什么啊，游客谁谁谁怎样的？对对对。不好意思，进去看一下，打扰了。因为这里面是他们的那个放一些维修器材，还有那个油漆，对，一堆油漆桶。可是其实比较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可是你看他们都是那些这种零件哦，就是不知道什么的那种重机。啊！小心！什么东西啊？不知道那个桶子。对啊。怎么了？不会吧？我们的。你知道吗？因为这边其实游乐园废弃之后，我刚刚不是讲有很多人在这边，就是在那块山头自杀，它接连的太近了，所以也不知道说是因为那边是，就有很多人来自杀，还有那种弃尸，造成这里很多那种鬼魅的传闻。彼此都有关联。对不起的，办公室。此起彼落的声响，似乎是自杀怨灵在回应 Amy， 他们究竟有何冤屈急于诉说呢？我听到声音。你看技术组工作室，哦啊，所以这边应该就是说有时候像一些器材啊，或者是一些游乐设施，当地的亡灵似乎想传达什么讯息给尖兵们，仿佛是当年遭到弃尸的女孩向尖兵发出求救讯号，希望早日脱离万劫不复的猛鬼屋。这是否表示她当初就是遭人用玻璃砸死的呢？这应该真的是他们办公室。对啊，还有办公桌、沙发，这四周里面。啊，你看，还有鞋子，怎么一双那种男生的鞋？对啊，
而且你看它的泡棉哦，全部都是好像刻意被把它撕烂的。你看那里面还堆了两，也是一双鞋子，那可能是工人留下来的鞋子。对，那这边还有药袋，而且它上面还放了一个那个分机，应该是说有发生什么。它应该是连接在各个游乐场，比如说他们有些工作人员是。啊！什么声音啊？什么东西破掉？对啊，玻璃碎掉的声音。这里吗？这里，这个玻璃已经碎了。对啊，好像碎掉很久了。怎么会这样？刚才那个声音是什么？不知道。奇怪，我们从那边走过去好吗？不好意思。小心啊！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沙发，可能那种，比如说人家要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要来找那种小孩子不见的啊，嗯、或什么，就在那边等。对，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要来搜寻的最主要是要去找一个鬼屋，嗯，这鬼屋中的鬼屋。是、啊，就是游乐场面一般都是会有那种真正的鬼屋，对，就里面有些器材是吓人那种鬼屋。可是听说在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因为他好像是有些器材是他们会说心脏病或者是什么高血压的人不能玩啊什么，嗯，就有一个男生在里面，孕妇啊小孩，对，有一个男生在里面死掉，所以你等一下去找那个鬼屋。哎，这边是什么？怎么会有几匹马在这里啊？对啊，走上去看一下哦。看看，不好意思打扰。哟，好多蜘蛛丝哦。嗯。对，身上都是蜘蛛丝。哟，你看，哎，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轨道了哎。你看他跑的轨道都不见了，被杂草给盖起来了。难道是这里的磁场强大，导致灵界力量大规模聚集，吸引各式灵体流连忘返吗？找一起的游乐器材，对，我们往下走。其实你们看哦，曾经风光一时的这种游乐场啊，然后我们晚上来完全感觉都不一样，而且它废弃了之后，更感觉里面好像就很容易聚集一些很不好的东西。小心，我踢到石头。我觉得搞不好啊，就是那种属于比较阴的东西，他们晚上也会在这边游玩，或者有可能。嗯。嗯。没事吧？是不是有虫啊？很多。我好像觉得有虫攻击我。全部是飞虫。小心哦。不好意思。其实我刚刚从外面看，我以为这个游乐园很小，没想到蛮大的。对啊，走进来真的发现还蛮大的。那是小朋友坐的那种。哦，那种摇摇机。对，它旁边有个垃圾桶。这个就是那种，好像是不需要，就是你坐上去会可以这样前后这样摇的那种。嗯，对对对，就是。但是现在他们都会用比较先进的一些那种卡通图案，有没有？嗯，就不会用那种没有看过的那种纸，很少用画的。对对。你看它的墙壁还彩绘了，对啊，连石头都有颜色。哎，怎么了？被东西打到。小珍遭到莫名灵体攻击，啊，是由于刚才她与 Amy 的对话对此地的山精地灵不敬吗？撞到你，对不对？对，就好像是虫，这边的虫好恐怖哦。那撞人会痛哎。嗯。不好意思哦，那这边还有个铁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你看这边写危险区。游乐场的危险区到底暗藏了多少危机？里面曾经发生过多少罕为人知的恐怖事件呢？危险区是什么？怎么会游乐园里面会有危险区啊？对啊，他进去看吗？啊，我知道了啦，因为这上面可能有那个，这个是那个发电的那个，就是好像摩天轮，就是那个什么摩天飞车还是什么的，嗯，然后所以他可能如果往下面走的话比较危险吧。哦，对啊，还是里面有什么？对，我们走进来看一下。好，你看，以前呢，如果他们还在使用的时候，贴这个上面啊，就会有那个车子这样过去，就从上面这样刷下来。哦，对对。你看，这边是警示灯吧？嗯，这都破掉了，所以他这边才说他是危险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这边还有另外一区哎，
危险区的下一个地点会是传说中男学生死于心脏病的地点吗？应该是，那里。Amy 到底看见什么骇人的景象？为何脸部表情如此扭曲？隐藏在鬼屋内的各种灵体又会以何种方式与他进行接触呢？